是要给我们办，但是就是我们取消间隔十四、十五间隔绕境，哦，咱所以咱今年无绕境，咱是点对点的施办，哦啊，所以咱嘛安尼啊，民政局这边嘛不是来准备咱的防疫的措施哦，啊，不是立法院咧开会，要甲这个办落好，甲咱的防疫处理落好，啊，所以各界对点水啊的支持。啊，今年咱嘛特别用一个上新的，就是讲咱 GPS 啊、定位，咱四条线路有定位，大家若无来看风炮，伫迄个汽车定位吼、卫星定位内底，就当看到咱今年上新啊，咱的迄个风炮的示范路线伫底，哦，大家就会当去看，哦，内部的介绍确定咱。信光保全来咱做一个详细的解说，有点改变啊，因为去年咱盐水风炮无法度放吼，阿底家很多咱的市民朋友，还有好多关心台南的好朋友，还有包括我本人吼，也都感到蛮遗憾的啊。但是我们去年其实防疫工作做得很好，今年也努力在守住这个防疫的防线啊，所以说有些。在今年这一波 Omicron 的疫情中间，有一些县市有一些大型跟这个元宵节相关的活动有取消啊、或是延后，但是我们盐水风炮决定排除万难啊、来举办啊，这个都要谢谢，首先要谢谢那些市民朋友刚才的主办单位杨志武朋友啊，一旦做好防疫的工作啊，我没有防疫就没有一切。